三川可能是愚人时代。哦，好，还是我要讲我们要一二三可以吗？哦，超级没默契。好，再找无聊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愚人时代。哇，实在是很久不见，是不是？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干嘛呢？跑外送，好像很危险。剪片，努力接 case。剪什么片？跟大家说一下。自己的一些干嘛？干嘛说进去？就勇敢的说出来，宣传一点。自己的一些 vlog。你是不是没在看？没有看啊，不看。没有。他们的频道叫什么？来，先不要讲，先不要讲。来，频道叫什么？夫妻俩。夫妻俩画着船，才不是啦。夫妻被骗。OK OK， 好了，他最近跟男朋友做了一个频道，叫什么？挺劲的。OK， 好，大家可以去订阅一下，内容实在是非常的好。我们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。谢谢导演。最近疫情期间没有演出，对不对？愚人 case 王是品瑜。哎，对，你讲一下你最近的作品。就是大爱的人生算什么？反正 YouTube 上面都有完整的。他演什么？一个小妹妹啊，我的。谁的妹妹？哪一个演员的妹妹？黄登辉的妹妹。妹妹。黄登辉的女儿。是吗？然后他那一出哭戏绑两个马尾，用公共电话。绑个马尾。好，来，他的名字。叫什么角色名？三个选项给你 A B C， A 春花， B 春花， C 春蜜，哪一个？春蜜，春花，确定？不是啊，肯定啊，按一下。来，答案是医师。我也没有，我也完全不知道叫什么春花。OK， 好了，大家最近都比较没什么，没什么，蛮的。所以我们就来拍拍影片，这样子让大家多多认识我们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叫做《愚人生闺蜜》。我们愚